又到了离歌清唱，凤凰花开时。暑往寒来数十载，桃李春风又三年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但是三年来，你们有些行为，却一直让老师很纳闷。有一个，最喜欢上课的时候上厕所。有卫生纸，那不抽白不抽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借我抽一张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，要借两张。老师，我肚子好胖啊。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你讲好。老师，我跟佩纯去一下。老师。
我也要上厕所。嘿，嘿，借你张卫生纸啊！我最喜欢午餐的时候吃饱了，我来教各位怎么吃。先呢，这样子把它呢拿起美工刀，然后再把芭乐给剖开两半。哇塞，耶，芭乐，哇，好棒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哇，切一下，哇，哎，哎，哎。我最喜欢下课的时候吃饼干了，带了好吃的可乐，哦，太棒了！哇！拍大合照哦，等一下每个人脸都要露出来哦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902的孩子们，谢谢你们带给我精彩的三年。记得老师教你们的，勇敢去飞吧，拜拜。恭喜906的宝贝们毕业了，恭喜！人因梦想而伟大，希望未来你们都能够有自己的梦想，并且勇往直前，朝着目标前进，加油！905的孩子们。Winners never quit, quitters never win. 好，记得保有你们的纯真、善良，努力去学习，去探索未来，继续努力的发光发热下去。毕业快乐！904的孩子们，恭喜你们要毕业喽！谢谢你们一起走过这充满欢笑又充满泪水的三年的岁月。老师在这边要祝福你们。希望你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，纵使有挫折，但是不要忘记要有弹起来的力量哦。拜拜。好，跟我最爱的901的孩子们，三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谢谢大家的陪伴。未来的日子也请大家带着老师满满的祝福，好好的为自己努力每一分每一秒，精彩你生命中的所有的时刻，好好爱自己，爱身旁的所有的人。最后祝大家毕业快乐！亲爱的903，很遗憾今天不能出席大家的毕业典礼，有健康才能够逐梦，才能够挥洒自我。老师祝大家幸福快乐又健康。好，908的孩子，好，谢谢你们这三年来的陪伴，让老师的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意义。那即将就要分别，老师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前程似锦，那生活能够辉煌腾达，拜拜了。909的孩子们，谢谢你们三年来的陪伴。时间是很强大的，它可以把我们打磨成意想不到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，要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，要过一些让自己更有趣的人生。再见了，毕业快乐。